上方，我们请记者大哥，我们先让 IU 为我们拍拍照，来，先看一下中间。好，请往前一步，谢谢。OK， 好，哪边大哥没有拍到的，稍微挥挥手，让我们看一下哦。好的，哇，因为这次来到台湾非常开心，可以跟台湾的粉丝朋友度过两个美好的夜晚。哦，右边的，好，我们再看一下 ，The Big Side， yeah。 还有哪边的大哥稍微挥挥手，让我们 IU 知道一下哪边还需要补到他的镜头。好，右边 ，All right。厉害厉害，大家韩文都非常好，莎莎姐都不用讲。OK 吗？还有哪边没有拍到的朋友？还是要换一个动作？还是？OK 吗？好，看大家都 OK， 好的，谢谢康苏丽达。那我们先请 IU 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让工作人员 setting 一下现场的位置，先谢谢。好，哇 ，IU 本人真的非常的漂亮。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知道，哇，很漂亮啊，一波哟。可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吗？好，我是 IU， 안녕하세요 IU 입니다。오랜만에인사드려요，반갑습니다。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这次跟大家见面非常开心。哇，谢谢 IU 来，请坐，请坐。哇，这一次呢 ，IU 来到台湾，要陪台湾的粉丝朋友过圣诞节。我觉得台湾的粉丝实在是太幸运了，何德何能可以让女神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在这边，我要先让替所有台湾的粉丝朋友对 IU 说一声。很上瘾的，昨天已经来到台湾了嘛？昨天有在台湾做什么事情吗？어제도착하고나서저기야시장도가고요。昨天抵达台湾以后，也有去夜市。그리고그전시해놓은곳에갔는데산책하는산책로에이렇게뭐조그마한상점들도있고막그렇게축제처럼해놓은그런곳에스태프들이랑가서여러가지기념품들도많이사고맛있는것도많이먹었습니다。也有去一个地方是那种就是好像有会展览东西的地方，然后有那种路是可以散步的路，然后有一些小商店，然后呢，所以他有跟工作人员们一起去那里，然后也有买了一些很多的纪念品。哇，很多纪念品，而且我们就其实有 follow IU 的 IG， 所以有看到他的即时动态有出现车轮饼，哇，有车轮饼有吃到吗？그게또맛집이라고그래서갔는데여러가지맛이있더라고요팥맛도있고크림맛도있고부추양배추맛도있고여러가지맛이있어서다사서많이먹었어요因为听说那边是很有名的店，所以呢，他们去到那边以后，发现有很多种口味，有红豆口味啊，奶油啊，还有韭菜，还有高丽菜这样子。都有吃吗？所以有买来吃。네맛을다봤어요我都有尝。全部都有吃哇！还有这맛있어요？맛있어요。맛있어요车轮饼，还有喜欢吃的东西哇！既然都有尝到，那真的台湾的小吃真的是呢，这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不过这一次呢，演唱会来到台湾，我觉得这么幸运，也要问一下，圣诞节在台湾过，这次会不会送给台湾的粉丝朋友特别的礼物？네일단은대만에서크리스마스이브와크리스마스를보내는다는얘기를듣고좋았어요너무그래서뭔가콘서트자체도팬분들께좋은선물이될수있게끔좋은공연을만들려고노력을했고또대만에서타이베이공연에오신분들께만드릴수있는곡선물도준비를했습니다听说
说一开始听说可以在台湾度过圣诞夜跟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开心的。所以呢，在准备这场演唱会的时候呢，就希望这个演唱会本身就能够成为台湾粉丝们的一个礼物。然后呢，再来就是演唱会的一个内容里面，他也有准备了一个可以给台湾粉丝们当做礼物的一首歌。好，我们台湾有特别的礼物，这个粉丝朋友真的是有福了，太好了。那这次呢是要跟我们台湾的粉丝一起过圣诞节，那想要问一下，就是之前有没有就是对圣诞节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回忆？저는좀어릴때데뷔를해서중학교3학년때데뷔를해서그이후에는거의매년크리스마스때일을했던것같아요그래서아주어릴때7살뭐그보다더어릴때항상부모님께서트리밑에선물을꾸러미를이렇게준비를해주셨는데그걸열어볼생각에신났던일들이가장기억에많이남습니다其实他很小就出道了嘛，大概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出道，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每一次的圣诞节的时候都是在工作的。所以呢，大概在他的印象里面，也许是七岁左右的时候，可能是比那个时候还要在之前的时候，就是圣诞，就是父母亲会在圣诞树下面会摆很多很多的礼物，然后呢，他每次就是圣诞节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很兴奋要去打开那些礼物，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哦，所以还要准备礼物啊？其实这个椅子可以打开，里面有礼物，没有？开玩笑，对啊。哇，那其实呢，就是希望台湾的粉丝朋友要给 IU 的热情，就是他最好的圣诞礼物了。但既然从小到大很多时候都在工作度过，那会不会有收到想让你举黄牌的圣诞礼物？아그럼요그럼요너무맛있었어요真的是真心地非常的善良。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刚刚也是演唱会相关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媒体游戏？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在玩这个游戏嘛，所以呢，就是他的守护天使就在他的那个休息室里面，就是有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圣诞树。而且呢，他那个时候就收到的时候，就不知道是谁帮他准备的，然后所以呢，就觉得又有点神秘的感觉。Surprise. 然后呢，然后又觉得很感动，然后呢，又觉得怎么会就是很开心这样子，所以呢，到现在那个小小的圣诞树有放在他家里面这样，但是还是不知道说到底是谁送的。哇，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谁送的，所以还有喜欢惊喜。我相信听到这边可能有粉丝朋友会直接去订做一个6尺高的圣诞树，决定要送到这边。我现在知道是谁了。好，这惊喜这个部分呢，就会让阿姨非常的印象深刻。那还有没有哪一家媒体朋友想要发问的？我们看 Now News。世界最美丽的脸孔 ，IU 这个当之无愧，自己最满意的这哪个部分？저는제눈썹이요눈썹을어렸을때부터할머니께서눈썹이랑귀가정말잘생겼다는얘기를아기때부터해주셨거든요그래서저도제눈썹이렇게고르게나눈썹을좋아합니다他最满意他自己的眉毛，因为他阿妈好像他从他小时候就跟他讲说他的眉毛跟他的耳朵长得最好看，所以呢，他觉得就是他的那个很整齐的眉毛是他觉得最满意的。一波一波，我的眉毛怎么样？漂亮，这那是全世界最善良的人。啊，所以真的是人美心地善良非常重要。哎，有没有爱我媒体朋友？近周刊吗？你好。最近 IU 有跟那个裴斗娜跟吴海雄一起合作一个短片的电影《Prisoner》，然后想问一下合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跟对他们的影响？那接下来 IU 还会想要尝试在韩剧或是电影尝试什么样的题材？谢谢。우선배두나선배님과처음으로연기를해봤는데요처음봤을때그러니까테니스코트연습장에서처음으로인사를드렸는데그때부터촬영끝날때까지저는완전히반해있었어요너무정말그냥홀딱반할정도로진짜쿨하시고너무멋지시고배려심도넘치시고저한테중간중간이렇게
조그만한 디저트 같은 거를 계속 챙겨주셨어요. 싸우신 음식을 저한테 주시고, 그래서 그게 너무 좋았고, 너무 따뜻하면서도 그 쿨한 분이시구나라는 생각 때문에 한참 반해 있었었고요. 또 박혜수 선배님도 그 열정에 너무 놀라서 촬영하면서 정말 많이 배웠어요. 박혜수 선배님께는 매 순간 매 커트 매 씬을 진짜 최선을 다하시는구나. 그리고 모두를 다 이렇게 배려하시는 그 마음씨 두 분께 진짜 큰 감동을 받았었습니다. 像 裴斗娜的话, 这一次跟他是第一次合作嘛，然后呢，再来就是第一次跟裴斗娜见面是在网球场，在练习的时候，就是跟他碰到面这样，然后呢，他一见到他就是被他整个迷住这样，对，整个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人，因为他就是一个包容心啊，然后很有包容心，然后也很贴心的一个人，就是他就是会在练习啊或拍摄当中啊都会准备一些小点心。 给他，然后再来就是，都是吃的，对，再来就是会准备一些，就是他自己带来的一些食物，然后就一起分享这样子，所以他就会觉得啊，裴斗娜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一个人。然后再来就是朴海秀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人，然后就会也是他也是很贴心，也是一个很包容的人。然后在每拍摄的每一场每一个画面，他都是。 很努力，然后充满热情的一个，所以在他拍摄的时候，其实向朴海秀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呢，他觉得这两位真的是都很棒。其实真的非常期待 IU 的戏剧作品跟大家见面，可刚这样听完这，IU是不是很容易被食物收买？啊。 그런 편인 것 같아요. 근데 그 상대한테 음식을 이렇게 준다는 거는 저는 진짜 따뜻한 일이라고 생각을 해서 그 상대방이 저한테 그런 호의를 베풀면 일단 마음이 녹는 것 같습니다. 他好像是就是食物很容易收买他的样子，但是呢，因为对他来说，就是愿意分享食物这件事情，是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件事情，因为。 如果就是收到了食物啊，或者是分享食物的话，就感觉好像你的心是很宽大的。嗯，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而且这次呢，其实呢 ，IU 呢这个戏演的好，歌唱也很好，这未来有没有可能呢，就是会主持非音乐型的综艺节目呢？觉得自己的综艺的。哦，제가 예능을 많이 나가는 편은 아니라서 최근 들어서는 더더욱. 좀 안 나가고 있었는데 최근에 예능을 몇 편 이렇게 나가게 됐는데 너무 재밌는 거예요. 그래서 또 좋은 기회가 되면 저를 또 불러주시고 제가 잘할 자신이 있는 기회가 생기면 예능도 언제든지 환영합니다. 其实他不是常常去上综艺节目的人，那最近的话更没有。 上对，然后再来就是，可是呢，他就是上了综艺节目以后，他也觉得蛮好玩的，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当然就是如果有综艺节目找他，他也会去上。那如果说有更好的机会要请他去主持的话，那他应该也不会排斥。哇，太期待了，太期待了，哎，怎么？好，那。 저期待呢就是IU在之后呢可以有在更多方面的表现都让大家看到那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就是我们所有台湾的粉丝朋友美女朋友说的呢哦크리스마스를 함께 보내게 돼서 너무 기대되고 진짜 설레요. 한국은 지금 굉장히 추운데 대만은 또 제가 되게 좋아하는 날씨예요 지금. 그래서 여러분의 그 초대를 받아서 제가 대만에서 이렇게 좋은 날씨에 좋은 추억을 만들 수 있게 될 거라는 생각에 지금 굉장히 설레고 저도 좋은 공연 보여드릴 테니까 내일 최대한 가벼운 마음으로 오셔서 저와 함께 행복한 이틀 보내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其实能够在台湾度过两天，就是圣诞夜啊、圣诞节这两天，他觉得非常的开心，也觉得非常的兴奋。那韩国的话，现在是非常冷的，那台湾的天气是他非常喜欢的，觉得很舒服的天气，所以呢，能够在这么
好的天气下，然后跟大家就是度过这两天美好的两天，他觉得非常的开心，也其实是非常的期待的。那所以呢，请大家明后两天就是带着很轻松的心情来到那个演唱会场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现在谢谢 IU， 掌声谢谢，谢谢，希望你的演唱会可以顺利成功 ，Merry Christmas， 谢谢 IU， 谢谢。哦，真的是非常的可爱的一位女性。那在明天的24号，还有后天的25号呢？